上一次这个猪的话是两个，我们整那个盘了一个走了，这个猪就不等到后天，因为这两天那个小小爸爸腰疼，再加上那个小小妈妈就是刚刚准备那个加分量去种点那个吃的蔬菜，我是就让我来吧。猪猪，今天晚上我们把这些给你搞干净哈，待会儿给你再铺点玉米粉子睡觉就舒服了。嗨，怎么没？Thank you.